度空间好声 Family 第三季即将开播，节目主持人 Gary 叶俊成和陈丽婷率领一众艺人嘉宾，趁着周末举行推介礼和音乐会，为节目暖身造势。两人不忘提醒大家一定要收看这一档亲子歌唱节目，借此拉近和家人的关系。这个节目是可以让你和学一学如果当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好孩子，然后甚至是可以听一下别人怎么唱歌，然后呢怎样去互动，让你的亲子关系变得更加的温馨。是，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参赛者哈，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家庭的一些影子，对，然后在感受他们的温馨互动的当儿呢，也想一想啊，自己跟家人的互动是很久没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，很久没有静静孝心等等，所以呢希望观赏了这档节目之后呢，也可以让你们有满满的收获。小时候就是我婆婆教我怎么唱歌的，然后呢现在我已经出道了，当了艺人，我一直很渴望呢有一个舞台跟我婆婆一起站在台上一起唱歌，我觉得这非常温馨。齐聚一堂为节目宣传造势的嘉宾就包括了 Danny 许嘉琳、 J.E. 庞延瑜、林生明、罗艺师以及卢信佑等等。至于两位常驻评审黄翠如和品冠，因为有工作在身无法出席活动，两人就透过录制视频的方式线上祝福。好声 Family 第三季这个月24号起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在八度空间温馨播出。